萌探 action 之长话三百里逍遥。退一步入画，然后再说御剑术，再往前走。开始，御剑术。肢体上边稍微要紧绷一点，下边也要稍微低一点，有一个扎个马步的这种感觉。来，我们拍他上台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阿森，不要晃，晃就有点飘了。来，我们再来一遍啊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御剑术，他 OK 过了，营业。我们可爱帅气的长逍遥与灵儿又会有怎样的趣事呢？逍遥哥哥，你要真的舍不得你，好了，你重来，这样是可以的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将笑给我就舍不得你，开始。逍遥哥哥，你要真的舍不得你，好了，好了，还是由我来提吧。别猜测了，大概都没事，没事，一会儿再补。两个如此搞笑的小可爱，表现到底如何呢？也许我跟你在一起会成为你的负担，因为我知道，灵儿的宿命是拯救南诏国的苍生，所以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会支持你，祝福你的。但灵儿。你要记着，在逍遥哥哥的心里，灵儿永远都在。嗯，逍遥哥哥，保重。灵儿保重。萌探拜拜，萌探嗨嗨，萌探探探第二季，5月27日起，每周五晚8点 ，VIP 抢先看。